好，我们来看做做看，好，这两个题目，好，的填填看，元素是三，变成十分之一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把它往后移一格，三跑过来，那个位数字就变成什么？零。那么元素是三，它的百分之一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再移过来，变成三，啊，填上两个零。那一样道理，千分之一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它再移过来，移三位，然后再补上，答案就全部跑出来了。好，第二小题也是一样哦，这样的移法移过来之后，十分之一就变成35.2，这样的移法百分之一就会变成3.52，这样的移法千分之一就是0.352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没有问题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里。